Hello，Hello，哦，画面又黑了。哎咻！每日一问，卡皮娜库。鸟笼种，角笼，永松冻土，松逸风飘。感觉只要打角笼跟风逸松逸风飘就好了。好多，我现在是有调查要打松逸风飘啊，对吧？你是有真的要打吗？因为我要顺便刷他的那个 max 啊。我的双翼好像才两等呢、欸，没有。我好像也不高哎、欸。我顺便刷他的，对啊，才两等多一点而已，好呀。我看我的，云就一蓝。哦，我三等。我的心魔物只有双翼风飘，没有满哎、欸。还有一只黑红啊，黑红差一点点，捡个猪。哎、啊，那个有个脚印 level one， 那是什么啊哥？脚印 level one？ 对啊，就是诱导至下个痕迹的上一个，不是有个 level 几吗？看一下，因为有些是满等，可是他要写 level 一跟 level three， 诱导至痕迹有吗？哦，你是看生态博士那边啊？对啊，看一下，我是打开书看的，所以没有那个。哦，白痴哦，隔壁有写啦，魔物图鉴，引导加成四等。哦，有啦，有啊，那个有写、啊。哦，有介绍。引导加成。哦，松逸风飘超低。对啊。想说姐姐。是有力战的松逸风飘。你要打吗？对啊，就打那个啊，掉了，还有可以送三个奖励，顺便就把它拿起来。哦、虽然才三个。图鉴。各位晚上好，下午好。上好，太过太快了。累了。开台就想睡了。押票，英文 ID 我就不太会念了、啊、哈。Man Yang 什么的 ，Yin 怎么念 ？Yin 哦。对啊，是这样念吗？安安、李正化、安安、詹乔治、安、包包、安、MC、安安。小气耶，吃这个啊啊，还很这个还很多啊，用再来用高级、啊。哦，也是啦，有主张。好，进去自己吃蜜药哈。嘟嘟嘟，直接卡住，怎么卡住？那位无缺就是上个月还会拼命帮我挂台，自从玩魔物之后就不会来挂台的人，跑去玩麦块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酒吧。哦，你在他旁边吗？我不靠他呢。哦，名字直接啊，表示你旁边有矿吧？有矿。嗯，有吧。
资格喝乐饮啊。白痴哦、喔，我还是习惯性跑来挖草。挖哦，最近挖太多了。对啊。挖草挖草，没有挖草。还没看到人，你就在关药了。天。嗯，不是，不死就没事的药吗？哦，你在吃那个大的。对啊。太太来了。捡个竹鸡人就来了。捡个石头。然后我做梦梦到我找到那个骑乘街飞翔爪的位置。做梦是不是？对。妈祖显灵，叫我骑乘。真的是妈祖显灵哎！做梦能梦到这个。你要靠墙啊！我的猫放了一个那个在那边啊。哦，那早说嘛，那可以。不然就看他要不要来长卷，看起来很不想。你在挥啥笑？啊，那个没了，哎、欸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来长卷嘛。哦，不行哎、欸，好难用哦。有了。对。可以帮我软个头吗？我来了。感谢大大。哎呀，你有装那个？你看得到这只血量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那血量多少？23000。不把38000。我看到蒙牛龙的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跟你讲，这只大赢。这只大赢？嗯。不重要。不重要。赢而已。不是金，都是垃圾。不是金的，都是垃圾啊。38000哦，那多。不会啦，他是31000了。有你的努力，已经打了4600了。压力很大哦！我不告诉你我打了，压力好大。我不告诉你我打了多少。啊？我不告诉你我打了多少。你也是打了5000-6000的呢。我吗？哎呀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打2000。对啊，你再帮我补，我感谢你。不是啊，就只要看到血少或是耐力少，我蓄力3，我就直接放开啦。像你现在，我就很想要帮你吃打小果实，你知道吗？你之前有讲，我很感谢你。然后昨天。所以你只要看到、欸、啊中毒了，蓄力滑坡马上滚走。这个真的超智障的，直接跳起来跑去喝药。然后昨天晚上不是说我忘记吃生物博士，之后去配了一个拔刀重女，拔刀重女。对啊，原来是重，就打那个木桩，一下是600伤害，哦，好痛啊！对啊，啊后面后续伤害嘞，没伤害了，就只是骑乘对吧？钩爪上去，单发钩爪的那个，对，这个我还蛮好玩的啦，就只是。当你没有不动，对你没有不动装衣之后，你就是个废物了。没有转身跟不动就是垃圾。嗯，他们是推荐那个强打跟不动。哦，强打，哦可以多晕几次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有看到我的蓝色的导虫在左右晃动，可是没有显示说它没有在这里啊？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冬雨啊，你是冬雨哦，好记得，你都有来、欸。感谢感谢，
到现在才记得人家。不是啊，靠，名字是英文欸。MC 谁会联想到东跟雨啊？东也不会是 M 吧？啊，雨应该是 R，Rain 啊 ，Rainy 啊 ，Winter Rain。对啊，改成 W 啊。对啊。啊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我想到我等一下去改一下我的影片标题，对吧？把那个记录档影片标题。因为我昨天有一场好像不知道打什么冰牙龙吗，刚好勾到他马上跑掉，我就一路转了大概200公尺吧。我怎么没有看到昨天在跟他们玩？你昨天是之后开台啦，那个跟他们玩的时候，对啊，你说的这个很好笑，之前也有看 Twitter 有人 po 对啊追冰牙龙转一堆的，很多啊，那种搞笑系列都看一大堆，我想说我也要试，我什么都没试成功过。你有九桃吗？我无。好，我 Q， 来 Q。我今麦伫咧吹，我自己来，你找你的。我在找啊，可是他靠我太近，我找不到石头在哪里。看得到吗？哦，在这里。好了那只龙那个翅膀超难判定的啦，你要打到尾巴直接抓在翅膀，那超大一坑的。石头这里。哇，猫咪的脸被打掉了。你打什么睡眠？毒弹。这个版本的毒好像很强，所以我还是习惯打一下毒弹。哦。不是说毒有改强吗？这个版本。虽然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差别，都还是蒙查，所以就打。木可没起灭族啊！转过去。啊！我怎么可能被吼下来？我耳塞、欸。你的耳塞是不是没有五等啊？五啊！那怎么会被吼下来？啊！你的战痕，你的那个嘞？我在等你的。我的战痕什么？对啊，力战黑狼鸟。黑狼鸟，来，我们等下去弄啊，不打这个啦。好啊。哇，你打了我三倍的伤害，我好难过。我是散弹啊，这散弹真低猛啊！听说装狙击镜会更猛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用。对啊，所以我才会想要装八倍镜啊。就是装八倍镜很猛啊，可是很难用啊。我去打木桩过了，伤害有差，伤害多了十点吧，一把。就距离太近啊！就是距离太近，拿放大镜看。对啊，就很像你是拿一个小枪装16倍镜的感觉，真的有病。你就这样帮我毒他就好了，好棒哦！我毒他？我说你拿石头一直那个丢他、啊，对啊，可以稳稳的打，很爽。我现在没石头了。
哦，我看到了，杰瑞斯。哎、欸，快挂了！11%，快可以抓了。啊，还不能抓他，他已经躲了、欸。我相信科学的力量。哦，好啦，你抓看啊。啊，科学也是有误差，只差1%应该没关系。这个1%就是成败关键。他睡了啦，可以抓了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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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你抓你抓。那个科学很不给力啊。猎人的直觉。1%是容错率啊。好啦，也是啦。不要那么要求那么紧急。哦，你好冷哦。嗯。不会啊，这样就不冷了。一二。嘤嘤嘤嘤嘤，风飘龙的天灵，有什么缩短加护还不错，超心治愈，超心耶！哇，好好，我想要超心跟痛击。痛击不会在后面吧？不是，我是说超星跟痛击开头的后面被动。我超星超少的。嗯，我刷这个有差哎、欸。对啊，要不要再刷？反正还要再搭一个永霜。永霜动土去拔草就好了哈。然后打打打打打。有 feel 啊！打打。哇，这个拿珠子真的很爽，虽然奖励很少。那飞龙种吗？飞龙种啊，他都飞在那边飞那么久了，你说他不像飞龙种？不像，他都快哭了。他是鸟龙种，他是真的蛮像鸟。嗯，想试看中巴瑞进打魔物会不会变智障？我想看你变智障。我试一下哦。是哪一个啊？超彗星，超级彗星镜啊！还有一个超级彗星镜零件。我怎么没看到、啊？哦，超级彗星镜哦。对啊。哦。没有超星达人这种句子、啊、很猛耶，听起来是最强的那一种，或者超星攻击呀、啊、超星攻击也是猛到歪头加崩啦、欸、我正要吃你就抢了，哎、欸、给你多少时间多少机会了，是 我在查有没有超星，超星配控那个达人的借口，有超星加护也还不错。有啊，我就是想要超星加护啊。超星加护，超星，超星回避也不错。没有超，没有超星攻击跟超星打。我想要防阴，防阴加护。可是你之后没有防阴会差一个。对啊，还是会差一个啊。就会差一个。嗯啊。不然就防阴体力啊，有防阴加护防阴听不到的胖子，还有四等防阴珠哎，有啊，我还是没有打到啊，矿在哪？我也没打到，我也不知道，没有矿啊，
他把我丢这干嘛？他把我丢到这边抓足迹？抓足迹？哦，好亮啊！那足迹不要那么亮啊！哦，对啊，那个我以前看《世界》的时候，我刷大脚星就是去那个啊打力战。力战最好刷的啊。对啊。哦，他在我这里。我来了。I'm coming。你不来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走喽。是，我已经看到他了，我在了。我格乐赢。他走了。好。这一回合放过他。看一下有没有水说的算。居然是晚上吗？晚上啊。这么早上的感觉竟然是晚上。好吧，那个你说的算，我相信。没有啦，水母我要看有没有水母抓。没有啦。哦。我刚刚就在想说我要帮你吃还是要怎样。吃什么生物果实啊？对啊。吃了啦。不是啊，我怎么知道你抓到了没？哇，你抓到我，除了毛吉跟一水般的母，毛吉跟那个壁虎，其他都没抓到。哎，他怎么又跑了啊？我也好怕，要耗费什么时间啊，大哥？对啊，你看那么黑，又有水母开视讯的，没有？那时候如果乖乖看记录档的话，我说没有啦，不可能啊，因为我的那个视讯孔，不是视讯 USB 孔不够了啦。2点多，都睡到3点，太夸张了吧？啊哈！水哦，你说好了，快出你说他睡到3点哦？我妹刚起来。哇，原谅他，人家女生比较累。